不过是一种交谈的方式。让我们先把另一件事交代清楚吧。浮华他是我在这世界上仅存的战友，但圣痕计划并不需要这些。也就是说，不论如何，的确如此，和对待他一样。凯文，所以你们可以提问。你搞错了一件事，人类永不，即便现在的人类不复存在，这与恐龙进化成鸟类。灵感这个嘛。